是 LSM 律师事务所王牌律师莫北。Thank you.
玩一个很刺激的项目。什么呀？写作业。走吧。你去试试。我这都给你买，我也给你画好，怎么还不明白呢？这么难吗？为什么不明白？你去试试。Thank you.
天长篇的背出他的台词的时候，这样人家经纪人就说这个白小王他等待感很高，一下发小去，有时候晚上我发小刚跟我说话，我心里很困的，但确实是花了就可能1000/1000的这个努力吧。Thank you.